近日发生一起连环作案，嫌疑人赵某某系重大犯罪嫌疑人。现在逃，赵某某曾因私自爆炸物品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自去年5月起，赵某某冒以他人身份从事爆破工作，借机私藏了大量炸弹制作原料。该嫌疑人有极强的自制武装能力和反侦查能力。 且有严重暴力倾向，警方多次实施抓捕，均未能将其抓获。我的命，我说了算。